Hello, Inner 的讀者，我是 Joanna Chuliao JCL 的創作總監。其實呢，我由細到大都真的在間廠度大的了，因為我們做廠呢，我們那時候做美國 New York 那些 brand，咁咧就嗰啲 designer 成日嚟香港啊，咁我哋成日週末會同佢食飯啦，同佢接觸。哇，我真係好向往嗰啲 designer 嘅生活，由細到大都好追求夢想，希望做一個設計師啦，真係好靚去做嗰啲設計啊各方面。所以咧就由細到大就俾咗一個 dream 一個目標俾我去做咁咯。我哋嗰陣時候畢業出嚟做嘢，真係覺得香港係一個。即係 fashion centre 係會有機會做好似第二個東京咁，所以除咗做廠，最自然就可以做時裝設計，係下一步應該做。香港係應該有自己嘅品牌、自己嘅設計師，而係有自己生產，即係一條龍嘅。咁而我係鍾情於設計，咁我就選擇咗設計。時裝對我嚟講啦，或者對好多。我想設計師來說都是一種藝術來的，因為你有很多創作的元素，你可以 create 很多東西出來，而且是不停地改變的嘛。所以我會覺得對我來說，時裝是一種 wearable art。 我在時裝設計都做了很多年了，其實這個生涯呢都是很多波折的，同埋係都好多challenges。一開到嘅時候真係經驗唔夠，你就真係要好刻苦去學咯。因為你識畫冇用噶嘛，你真係識畫到好靚或者諗到好靚，但係你點製造到件嘢出嚟係著到咧？跟住著到出嚟又要舒服咧，又要個 fitting 好啦 ，quality 好啦，所以其實要用好多時間嘅歷練出嚟嘅。所以開頭咧。在技術方面啦，就係喺做工啊、fitting 啊嗰啲咧，就要即係一步一步一步咁學咯。我希望我哋 JCL team 就係唔係淨係我一個人，我哋係 build 到一個 design team 出嚟，能夠將香港嘅時裝帶到去一個更好嘅、更高嘅水平。我希望真係做一個好嘅時裝品牌出嚟，係做成功一件事，同埋帶多啲新同事入行。呢個係我個夢想。Back in action 咧，點解我會叫 Back in action 咧？就係因為正正今個春天就係我哋香港真係開啦，重開啦。咁所以就係要我哋啲女士要 get back into action 咯。咁你知我哋香港啲女士好多都好忙，又要翻工，又要照顧家庭，係好多唔同嘅生活元素要即係好忙噶。但係 Covid 咗咁耐，個都。Stay at home 噶嘛 ，work from home 噶嘛，而家唔係啦，翻公司做嘢啦，會出街食飯啦，出街應酬啦，出街玩啦，同小朋友去街啦，咁所以係正正係 back in action 啦，呢個就係個 theme。Covid 期間啲人已經個個開始著得好 casual 啊，或者成日都著啲喺屋企 sweatshirt 啊嗰類。雖然是 back in action 啦，但係我哋啲嘢就 back to 啲好靚嘅顏色啦，同埋會 fancy 翻少少嘅 fabric 啦。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就係要好方便，好容易令到我哋可以 move around town 啊，好容易做好多樣嘢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攞咗 1960s 60年代嘅感覺，嗰個感覺咧就係好 simple。很 clean， 冇 frills， 冇 ruffles， 冇乜好複雜嘅嘢。咁咧就有啲好多mini dress 啦、短裙啦或者裙褲啦，咁好容易咧就可以喐動啦 ，efficient 咁喺城市度行動啦。我成日都咧想揾到啲好嘢咧，咁我唔會乜都做噶嘛。我做衫我就好專心，我做衫，我唔會做首飾，我唔會做手袋，好簡單 ，it's a service for 啲客。咁佢買我啲衫，佢又想襯埋啲其他嘢，咁好簡單，我就會 source 一啲特別，唔係周街有嘅嘢翻嚟俾佢哋，等佢哋著完覺得好特別，同埋即係互相輝映咯，變得更加燦爛。